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啊？怎么了？气喘吁吁的。我说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去哪里啊？哎呀，你别看了，你先出来，我再跟你说吧。我有急事，我现在很着急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么着急？怎么了？慢一点说。我没事没事，我跑上来的，我很着急，你让我缓一会儿。到底怎么了？小月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啊。那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不是，你总得要把事情说清楚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爸跟过来了，来四川了，他今天就到。那叔叔来了就来了，你好好陪他呀。哎呀，我不想陪他，他过来没有什么好事的，而且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可别生气啊。嗯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。那还有谁呀？林瑶瑶。哦，那他们来了，你好好陪他们两个呀。我还跟你走，去哪里呀？哎呀，我陪他两个，我陪他们两个干嘛呀？我不想陪他们两个，而且他们过来不是什么有什么好事的，是过来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。我见到他们两个就烦，所以我想带你出去躲一躲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宇哥啊，我长这么大没有出过远门呢。这个小月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没有出过远门，我也知道你犹豫你害怕，但是不管以后还是现在，你总得迈出这一步呀，是不是小月？而且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都没有出去玩过呢，所以你也不用害怕。还有就是这次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分开了，前段时间我跟你分开过，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，很多误会，所以我不想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我就想我去哪里我都想你陪着我去，都想带着你。还有就是你别再犹豫了，你看我们两个既然选择了在一起，选择了相爱，要相信彼此，好好的陪着彼此，不管去哪里都陪着对方，好不好小月？而且你看现在你爸爸也不同意，我爸爸也不同意，我们两个坚持，他们两个总有一天会同意的，好不好呢小月？你呢就跟我走吧，因为你也在这边的话，我不想因为任何人再来影响我们两个的感情了，所以我这次真的不想再跟你分开了，不想分开每一分每一秒了，你就跟我走吧。宇哥啊，那我跟你走了，他们两个来这边了，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办呀？哎呀小月，你太单纯了，你太善良了，你还顾着他们两个干嘛呢？他们两个过来呢是来破坏我们两个的感情的，所以先管好我们两个的事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别再犹豫了好不好？那我跟我爸爸妈妈说一下啊。那你同意了是不是？嗯。啊，那行，那我们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吧，走吧。现在就走吗？对，今天就走。哎，阿姨呢？阿姨，嗯，你在忙呀？嗯，坐。哦，不坐了，阿姨，我有急事儿，就是我想带小月出去躲一躲，我爸已经跟到这边来了，就是我带着小月出去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吗，阿姨？嗯、真的吧？真的。叔叔呢？叔叔不在家，你们去吧。我们去那。嗯。那没经过叔叔同意，这样好不好呀？你我爸爸去山上了。去山上了。嗯。那阿姨，叔叔不同意，我们这样去好不好？好好啊，你去，叔叔不在家。好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行，那小月你赶紧去收行李吧。嗯，去嘛，去。你别再犹豫了，嗯、小月。你怎么穿这个鞋子呀？只有这双鞋了。哦，那没事，我给你买吧。来，这个给我吧。都准备好了吧？那行，我们走吧。那阿姨，我们两个走了。嗯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好嘞。那妈妈啊，爸爸这几天也不在家，你不要去地里干活，你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跟宇哥过段时间就回来了。对对。
对对的对的，阿姨，你呢就不要去干活了，叔叔也不在家，注意休息，你身体也不是怎么好的，所以你要照顾好自己。我这次呢，带着小月去躲一躲，等我爸回去了，我们两个就很快回来，顺便带小月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到我朋友那里去学习一下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阿姨。你做法越越好。哎，好嘞。你明天可洗澡就好了。好的好的，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小月照顾好的。哎，走陪走。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他就好好。哎，好，那阿姨，我们两个走了啊。哎，再见，阿姨。走吧。走吧，阿姨再见。我来拿吧。你哥。我爸爸也不在家，我不知道我这样跟你走是不是对的。可能对吧。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，什么着走掉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。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一宵。